我告诉你啊，马上就要过年了，餐桌上不能总是大鱼大肉，你可以做个凉拌白菜丝，清脆爽口又解腻。首先把白菜杆切成细一点的丝，放入清水中浸泡个10分钟，这样吃起来会更加的脆爽，然后再沥干水分。我每天都在用心的教做菜，麻烦你给个小红心鼓励一下吧，非常感谢。加蒜泥、干辣椒，用热油激出香味，有条件的可以放一点香菜和花生米，调味就更加的简单了，只需要倒入一小包这个凉拌菜调味汁，这个汁是根据比例调制好的，用它做一些家常类的小凉菜都很好吃。它一大包里有4小包，一小包就可以做一份，其他的任何调料你都不需要放了，用我的左手给它抓拌均匀就可以开吃，是不是很简单？你也去做起来吧。天气是越来越热，夏天特别容易爱出汗，我每周都会给我2个儿子煲几次排骨汤，剁好的排骨加一勺面粉给它抓拌均匀，再用清水清洗干净，因为面粉有很强的吸附性，它能吸去排骨里面的血水和脏东西。洗干净后重新放入砂锅，再准备一包羊肚菌汤包，它里面是有6种菌菇按照比例搭配好的，每次一包就够了，现在有活动，9.9元2包，价格也特别的划算。洗干净一起放入锅中，加葱姜，一次性倒满清水，扣上盖子，小火炖个40分钟，调味加一小勺盐，撒上葱花和枸杞就可以出锅。排骨汤这样做，汤鲜味美，大人孩子都爱喝，你也去做起来吧。